怎么样，小丫头？等等，你先不要跟我说话，那我也都烦疼了。不是，你这是啥功法？ 西北的贾政余吗？到底是徽章挖的人，水平确实不一样。一个人就压制住了那个丫头，确实厉害。嗯，这把证明明明挨死，那个身体都麻木了。小丫头，那这本刘璋的字文不错吧？之前奥妙就在于它包裹在手掌里起，像水流一样的起。 形成了冲击，因为像水流一样的渗透体表，直接冲击体液和内脏，即使是铜墙铁壁也无法防御。怎么样，小丫头？等等，你先不要跟我说话，那我也得翻头了。好。不是，你这是啥功法？也太结实了吧！没办法立即致死。 这就是本刘璋唯一的缺点吧？哼！这种暗器就是你的后手吗？暗器？这可不是三暗器，小丫头，这是捉龙锥。 这不是一念草，一念草我走不出这么精密刁钻的攻击。这家伙毁于物。哎，少爷，他这使的什么鬼？这个叫做御物，使用者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不断的将其。 通过秘法的方式喂养给同一个物品，最后他们就能操纵这个物品，使其成为武器。当然了，意念者也可以操纵物品，只不过其精度远不及于物，而且十分的消耗气。如果说意念者是在用很多的力气搬动一个物品的话，那御物者就相当是动动手指这么简单。陆远那个家伙一定要让我穿上这个，说穿上屁股翘上来，我也不动。不过张粗烂几人喜欢，我就不想脱下了。 不过大叔，擂台凶了，穿上它我赢不了了。大叔，你是不晓得这玩意儿有多恐怖，要我习惯穿上它打架，估计要练好几年哦。我在天下会的第一战，难道就要丢人现眼吗？打了这么久，这丫头都不知道累吗？ 早知道就不提风筝好处这个头了。嗯，没劲，不打了，跟那下打过球啊。我只是要找张处来，能让我过去吗？服软了，老天保佑，这个面子还是让我保住了。能撑到现在，我还真是气量挨踩这些。当着天下会会长，面子一定要争足。作为对你的奖励吧，求我。 那会考虑放你过去的。求求你了，放我过去吗？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求人不知道隶书吗？给我跪下！跪下了，可以走了。